大家好，我是明月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新版本的动画考试教学，就是第十四段。第十四段基本上到这边来的玩家都应该蛮轻松的对决敌人了吧？十几人的敌人打了这么久，应该武器还是 OK 吧？那如果不行的话，像我之前说，近战武器还是很强力的武器，用滑铲加攻击的话，还是可以打出很大的伤害。而且要好好的善用你波兵的技能，配合你的战斗。是因为我这只 Cora 它技能都是比较正常的，如果不练之后，整个挑战都没变成没意思。像 Infestor 他们都很会冲，所以基本上像在中间都好了。第三部分有一点不一样，它会放各种各样的怪物品种，比如说鱼鹰啊，那些比较麻烦的空中单会，对蛮多人来说都是蛮难的，所以你还是可以靠波分的技能来解决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是没有回魔的方法，所以能量呢还是要自己用那个光环，或者是靠你的技能来补的。如果没办法补的窝分的话，我会建议小心用你技能，用你的攻击来做一个替代。像这样就轻松完成了第十四段的段位考试咯。